落叶之后的天气状况，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的狮子牡丹跟满洲最低温19度，高温是来到了25度。太武兰一跟春日最低温降到了19度，高温也是来到了25度，注意降雨的现象。三地门雾台跟马家最低温17度，高温同样留在25度。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12度，地点是在桃园，而高温24度。嘉义达里山温度是落在12到22度之间，降雨机会最高有70%。南投的原乡最低温降到9度，地点是在仁爱，而高温23度。台中的和平温度是落在14到22度之间，注意降雨的现象。苗栗的原乡最低温降到16度，地点是在南庄，而高温20度。新竹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11度，地点是在坚实，而高温是只有20度。北部地区来跟复兴最低温15度，高温19度。宜兰的大同跟南澳最低温14度，高温23度，同样留意降雨的现象。花莲的部分，新城、花莲市跟吉安最低温22度，高温24度。秀林跟万荣最低温15度，高温25度。寿丰跟丰滨最低温19度，高温24度，同样水汽偏多。凤林、光复跟瑞穗最低温20度，高温23度。花莲南区的部分最低温降到9度，地点是在卓溪，而高温23度。台东的海岸线最低温降到21度，高温是来到了25度。纵谷地区最低温降到17度，地点是在海端，而高温23度，降雨机会最高接近到100%。鹿野、台东市跟卑南最低温19度，高温是来到了25度。南回地区最低温18度，高温是来到了25度。亚美岛屋村的兰屿温度是落在21到25度之间。外岛的连江、金门跟澎湖最低温降到18度，高温是来到了23度。